我的关心到海区风的消息，这是今年的满载大丰收，也带动到今年满的计数有比往年较低一点。最近大家用的拢有好到上万尾满载的好消息传出，有时阵一个涨退条都抓到千外尾，5万5块入地。近十年满载数量汹涌减少，四个月满载季节，嘉义地区总抓到数量唔捌超过100万尾，今年更较惨，只有20万尾，出现每一尾满载价数超过200块的天价。但今年满载数量丰富，未来国民将有物件好介绍便宜的好满通食。我们的慢苗捕捉季节啊，是从每一年的11月到隔年的2月啊、哦。那今年呢、啊，在全国的一个慢苗的渔获量是比较多。不过以嘉义来说啊，受到季节、温度的关系、水温的关系啊，今年的捕获量是稍微短少了一些啊、哦。那不过啊，因为全台的一个捕获量多啊、哦，那价钱啊、哦，今年的渔价又比较低啊、哦，大概在30-40块之间。满载的盘商讲，满载介绍这个月初开盘要100外块，但随着捕猎到数量增加，已经降到大约50块以下。假使捕猎到数量持续增加，满载介绍也会搁再降。但后期就要看日本的市场。今年满载数量唔但有足够供应日本，也会使大量内销。尤其宜兰屏东地区的满载也传出好成绩，市满业应该会复苏。并且今年满载活动力强，品质会更加好。新闻就来先报道，蔡宏报道。